只要每晚俾佢錫兩啖之後咧，你俾嗰啲黑頭啊、痘痘啊，甚至係色斑咧，都可以同你呢一次過咧搞掂曬噶。咁係咩嚟嘅呢？就係我哋 Napure 嘅花仙子之吻嘅。咁呢一個花仙子之吻咧，裏面有25種嘅花仙子裏面，咁每晚同你咧係吸手啦，溶曬啲黑頭啦，同埋幫你清埋毛孔嘅污糟嘢，仲有你會越用越白添，學唔埋咧好似山水豆腐花，因為咧你每晚就會幫你導出一啲污糟嘢，咁你 which is 你戴口罩嘅時間咧，好容易咧係積咗啲黑頭啊，或者係一啲咧細菌喺度嘅時間，就可以每晚同你溶解黑頭啦，係超勁嘅。咁另外咧好多。法國女士是不會擠黑頭，她會用一些歐洲的一些植物去幫你舒緩一些黑頭的問題，甚至是溶解黑頭。那是什麼呢？歐洲的歐錦棠和這個白藜蘆筍、啤酒花、山楂就可以夾在一起，就可以幫你溶走黑頭，越用越白，越用越滑，而且你會見到不會令到皮膚乾添的，而且它早晚都用得，那你可以夜晚的時間 mix 我們的Midnight Oil 一起用咧，個效果咧仲好，仲埋保濕同埋滋潤添嘅。咁另外，如果你想做一個 facial treatment， 唔想出街住，可以嘅，只要濕咗棉花，輕輕地，然後咧噴兩噴嘅 Nectar 加 Midnight Oil， 就已經可以做到一個深層啲嘅導入啦，同埋排出污垢嘅添嘅。咁就好啊好啦，同埋你會見到個棉花咧係超污糟，同埋咧係非常之有效啦，溫和咁樣咧。幫我哋平時咧就做你一啲處理翻一啲咧角質嘅問題啦、黑頭嘅問題啦。